咁其實咧，肥胖嘅人咧，係的而且確係較容易有呢個大腸癌嘅風險嘅。咁咧，乜嘢為之肥胖呢？喺亞洲人嘅角度嚟講咧，我哋嗰個 BMI， 即係話我哋嘅體重指標咧，係高過 22.9 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屬於超重噶啦。咁點樣去計 BMI 呢？其實就係先要攞到自己個體重啦，就個單位係要公斤嘅。同埋自己嘅高度，單位係要米嘅。咁例如一個60公斤嘅女士，佢身高係1.55米嘅話咧，咁其實即係要嗰個公式咧，就係要係60除以1.55，再除以1.55咧，得出嚟就係24。咁即係換句話說咧，呢位女士就屬於超重啦。咁另外咧，我哋除咗睇 BMI 之外啦，我哋亦都睇埋咧而家嗰個嘅中央肥胖，即係嗰個腰圍啊。咁其實咧，我哋如果亞洲人嚟講，是男士的腰圍是多過 90cm， 而女士的腰圍是多過 80cm 的話，就屬於中央肥胖。如果身體裏面即係積聚過多的脂肪的話，尤其是在我們的腰，即係喺我哋個腰臀腰嘅中間嘅時候咧，其實係會增加我哋呢個嘅大腸癌嘅風險㗎。其實咧就建議咧減少進食呢個紅肉啦，咁樣咁因為咧我哋見到咧進食過多個紅肉咧係的而且確會增加患大腸癌嘅風險嘅。咁咧呢個嘅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咧就建議市民咧就係每個星期嘅上限咧就係500克嘅煮熟咗嘅紅肉嘅。咁紅肉係包括咧呢個豬啦、牛啦、羊咧呢啲都屬於係紅肉嚟嘅。咁500克熟咗嘅咧就相對等於12.5磅熟咗嘅肉類啊，咁樣咁呢個係每個星期嘅上限。咁只要唔食多過呢個量咧，其實都係可以係講得係安全嘅。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一啲醃製嘅肉類。其實我哋見到食得過多嘅醃製肉類咧，的亦都會增加我哋大腸癌嗰個風險嘅噃。咁咧醃製嘅肉類咧，就係包括呢個例如火腿啊、腸仔啊、午餐肉啊、煙肉咧，呢啲都係屬於一啲醃製肉類。咁所以咧就建議市民咧盡量避免進食呢個嘅醃製肉類，去到減低呢個患大腸癌嘅風險嘅。其實要預防大腸癌，可以喺好多方面着手嘅。例如咧，第一樣嘢最大前提就係要進食足夠嘅纖維。咁建議咧就係我哋喺五谷類嗰方面咧，盡量咧就係食多一啲紅米、糙米、十谷米或者一啲全麥嘅麵包、燕麥等等，去增加呢個纖維嘅攝取，去代替呢個白米或者白麵包咁樣。咁另外咧就係建議每日進食2+3，即係話咧2份嘅水果同埋3份嘅蔬菜。2份水果就相對於咧2個女士拳頭大小嘅中型水果，3份嘅蔬菜就相對於等於咧1.5碗熟咗嘅蔬菜嘅。咁同時間亦都避免飲用呢個酒精，因為酒精亦都會增加我哋患癌症嘅風險。另外咧喺呢個烹調嘅方式當中咧，亦都要留意，盡量咧就係唔好燒焦肉類，因為燒焦咗嘅肉類咧就會有呢個嘅致癌嘅物質嘅產生噶啦。要預防肥胖咧，其實可以喺飲食啦同埋運動着手。記住咧，就喺飲食當中，我哋盡量避免進食一啲咧就係好高糖分嘅飲料，例如汽水啊、果汁啊，或者一啲嘅加咗糖分嘅一啲嘅飲品啦。咁另外就係例如一啲高脂肪嘅煎炸食物，例如薯片啊、薯條啊、漢堡包啊等等呢啲高脂肪嘅食物咧，佢同時間亦都好高卡路里嘅。咁所以咧盡量就減少進食啦，咁樣。咁同埋我哋出街食飯嘅時候啦，炒粉、麵飯盡量避免啦，同埋一啲咧。一啲碟頭飯上面嘅芡汁咧，其實佢個卡路里都唔少嘅，咁所以大家即係要留意喺卡路里個攝取嗰方面要注意啦。咁同時咧就係有入必有出，即係話運動嗰方面亦都要着手。咁建議咧市民咧，起碼咧每日咧都要有30分鐘嘅帶氧運動咧，去到
即係除了我哋減低嚇呢個肥胖嘅風險咧，亦都同時間可以減低我哋咧患癌症嘅風險噶。Fine Doc, your doctor is here.